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。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你别再喝了，唐周。别再喝了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是给我下了不离锁吗？不让我靠近吗？若是想要逃离，或者想发泄，我和余墨都会陪着你，但是不能再喝酒了，你的伤还没好。不必如此，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哪路的呀？从小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修行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路，可如今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。我一心以为自己在一直替天行道，却不知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。如今我的修为散尽，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。我不再是捉妖师了，可捉妖师唐周又是谁？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仙吗？不是的，可我也不是我。小二，哎，再给我拿一壶酒。好嘞，不用了。严南，你不必同情我，你走吧。你别再喝了，唐周。如果不这样，他怕是不会停下的。